OK，各位晚上好。发现到很多歌没有进来，所以我不晓得他们是会还是不会。OK，那天我们已经进了佩鲁布山 SF 第一题我已经讲完了，所以我叫你们回去做第二题、第三题跟第四题，你们做完了没有？OK，有没有做完我都不能看到，所以唯一的我解释第二跟第三。那第四我就放手给你了，因为今天我们就要进第五题的方式了。OK，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我们一起看一下。OK，第二题来一起看一下。佩鲁布山 SF 第一题，OK，所以全部都已经进了，所以我要看有几个新生进来，到底有没有进？丹文轩有来吗？请问一下，丹文轩，直接开麦，直接讲。丹文轩有，，OK，丹炳亨，丹炳亨有吗？丹炳亨没有啊，OK，丹明刚，丹明刚有吗？丹明刚没有啊。邱艳芬有。，OK，Thank you。OK，来，So 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我们一起看一下。因为为什么我必须要再重复一下呢？一，我发现到有几个新生；第二呢，我发现到有的人 send 给我，他说很难，不会做。所以第三个原因，如果你第一个 asset 不会做，你超过一个 asset，你就会很辛苦。OK，来，我们准备看一下第二题，准备啊。他要求你第一个开 account machine，给、okay? 第一个 A 开 account machine，OK，、okay? 第二个开 account Sunilai Telecom machine。第二个开 account 是Sunilai Telecompo machine，OK，最后一个开 account 佩鲁布山 asset，开 account 佩鲁布山 machine，OK，所以开三个 account 全部，它不是很难的，OK，准备好没有？来，等一下有新生进来。丹明刚，OK，准备好没有？用心听呢，没有的话，等一下你越来越辛苦。OK，第二题。Pada 1 April 2022。Syarikat Yap Sdn Bhd membeli sebuah mesin pada harga RM40,000 dengan cek. Mesin itu disusunilai sebanyak 10% setahun atas kos. Pada 31 Disember 2021, mesin itu dijual dengan harga RM40,000 dan terima cek. 我再讲一次，听懂？这个 account 全部，他要求你做两年 account machine 两年 account Sunilai Telecompo 两年，还有最后一个 account Pada Bulan machine，不管他有没有讲，通常我们是开最后一年。所以呢，这个 module 我相信到目前 OK 毕业了，每一间学校都已经教过了。如果还没有教，就是等后年再大后年再考了 OK。准备好，2022年4月1号，所以他们买 machine 用支票40,000。第二个 point，第三个 point，他要求你们 Sunilai 一年18,000 atas cost，atas cost 就是 garis lulus。在第二年年尾31 December 2023年。Mesin itu dijual dengan harga RM30,000 dan terima cek. So, mereka menjual mesin, dapat 支票 RM30,000.
再听一则，2022年4月1号，你们买 machine 用支票40千，一年要缴49.18%，atas cost， atas cost 就是 garis lulus。所以在第二年年尾，2023年12月30号，所以你的 machine 将会卖掉31千，得到支票。来，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准备好没有 ？OK， account machine， 如果他要求你做2年的话，这中间线我画出来，其实你不可以画，我这是跟你们讲分成2年，2022年、2023年、2022年、2023年。OK， 各位来一起看一下，这边代表进，这边代表出，这边代表买进来，这边代表卖出去。用心听呢，因为我都跟你讲过了。第一题知道第四题呢，只是单独一个 machine 不了。第五题开始就是两个 machine。如果第一个 machine 你不会做，你进第二个 machine、第三个 machine 有个 trouble 了。而且你看到后面的题目，我相信有的学生看过我给的 paper， 后面的 SPM 不是你想象那么容易的，所以用心的注意看。这边代表进，这边代表出，不要紧。April 1号。你买支票，买什么？买 machine 用支票。OK， 写什么？写 bank 多少钱？10万。对，还有再买吗？对，还有再买吗？没有了。如果有再买的话，写在它下面，什么时候 bank 多少钱？什么时候 bank 多少钱？如果没有了 ，OK， 就 close 你的 account。Close account 不要紧，通常我们是在12月30号 close account。写在这边写什么？写 Bucky HB， 把它 close 起来，4万，再写一次4万，意思说第一年的 account 到一个段落。我再讲一次，2022年4月1号买 machine 用支票4万，还有再买吗？没有了，没有了，不用急，在2022年12月30号把你的 account close， 4万，4万。把这 account close， 不要紧，把它带下来，把它带下来。为什么要把它带下来呢？各位先生小姐，因为你要加跟第二年，如果第二年还有再买的话，加进去，再加进去，再加进去。来，今天你 close account 12月30号，明天1月1号 ，Bucky HB 变成 Bucky BB， 4万。OK， 4千，对不起，4万还是4千 ？OK， 4万。OK， 接下来我们已经进入第二年了。如果第二年还有再买的话，请写在下面，什么时候 bank 多少钱，什么时候 bank 多少钱，就把它加起来。如果没有了，就把它 close。当你把它 close 的时候，相信这个日期你很熟悉了。这个日期是什么日期？你决定把它卖掉了。决定把它卖掉了，可是听好，当你把它卖掉，你要写什么字？写 Belupusan machine， 写 Belupusan machine， 4万，再次写4万 ，close account。OK， 我再讲一次，听好好，这边代表买进来，这边代表卖出去。在第一年我特地画这红线，就是给你们知道第一年跟第二年，可是你不可以画。在2022年4月1号，你们买 machine 用支票写 bank 4万，还有再买吗？没有了。在2022年12月30号就把它 close account， 4万，再写一次4万，写什么呢？写 Bucky HB， 意思说 close 你的 account 带下来。Close 你的 account 带下来，为什么要 close？ 因为你要把去年的加今年的加后年的总数看一下，你总共买多少 ？OK， 所以带下来挑一天，今天12月30号，明天1月1号 ，Bucky HB 变成 Bucky BB， 对，4万。不要紧，在这时候，2023年12月30号，你决定把你的 machine 卖掉了。
决定把你的 machine 卖掉了，不要急啊。卖掉的日期四万，写 Balubusan machine， Balubusan 就是代表卖掉， Balubusan draw， Balubusan machine draw machine， 在这边不要急写原价，不可以写你卖的价钱，必须要写原价。OK， 当你做好了，就要开始计算你的数十年来，来一起看。OK， 怎样计算？在这边计算呢，我教你两种，听好了，这两种呢都有出在 SBN 的。OK， 本一栏 ，OK， 本一栏。如果它是用 Garis Lulus， 各位请看一下，如果它是用 Garis Lulus，OK，、如果它是用 Garis Lulus， 我们是用上面的；如果它是用 Baki Berkurangan， 我们采用下面的。听好啊，两个我都教你们，可是它的答案是上面的，因为它是 atas cost，atas cost 就是 garis lulus， 来准备看一下。首先听好，2022年、2023年，对，他要求你做两年，听好，第一年，对，请看一下，看什么？看日期，第一年的日期，对，他要求你是在一年几%，一年。10%，各位请看，四万，一年10%，不要紧，再多乘一个月份。为什么要多乘一个月份呢？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如果银行告诉你们，你向我借钱，一年我扎死你10%，可是呢，你在年终才去借，他也是扎死你10%，公平吗？不公平，所以你要乘月份，各位。还要再看题目吗？不需要，看这边不了。你买的时候4月1号 ，close account 当年是12月30号，4、5、6、7、8、9、10、11、12，只有几个月，只有9个月。OK， 对，你就拿4000乘9个月，对，3000块。OK， 那这里第二年呢，一样的，4000乘18%。可是第二年要乘月份吗？看一下，第二年你拿下来就变成1月1号，1月1号知道你卖的日期12月30号，准一年。如果准一年，需不需要再乘月份？不需要。对，第二年它的收入量是4000块。对，它是叫 Garis Lulus。OK， 我再讲一次，听了，做收入量计算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计算错不了，等一下全部冚家铲了，所以我再讲一次啊，听好，计算呢非常非常重要，不用再看题目了。如果是 atas cost 就是 garis lulus， 如果是 baki berkurangan， 它一定要写的，它只要没有写 baki berkurangan，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第一年2022年，听好啊，你买的日期4月，直到12月，只有9个月。40000乘18000乘9个月，3000块。第二年呢？第二年，当他带下来，今天12月30号 close 到明天1月1号，1月1号直到12月30号，准准一年，对不对？若准准一年，不要乘月份了，就是拿4万乘18000，4000块。意思说，第一年的收入呢是3000，第二年的收入呢是。4000块，可以吗？啊，下面一个没有关系的，只是我先教你怎样做。如果题目他写 10% baki berkurangan， 他用这个句子 baki berkurangan。如果 baki berkurangan， 请各位看一下，2022年、2023年，所以如果是 baki berkurangan 呢，第一年没有什么的，一模一样的，4万乘18000。乘9个月，那就是3000。不管是 Garis Lulus 或者是 Baki Berkurangan， 第一年是一样的，只有第二年不一样不了。各位请看，第二年呢，如果是 Baki Berkurangan 呢，拿4万减掉3000，乘18000，拿4万减掉第一年的收入，乘以18000。4万乘3000，减掉3000，
三十七，对吗？OK，我的 calculator 呢，用 calculator 太多了，对，时常呢不灵活的沟通。OK，3700，对。所以你看一下，这两个本意呢完全不一样。所以等一下，如果你的 account 做对，可是本意呢做错，意思说也一样的错到完。听好啊，我再讲一次，千万千万不要再做错。所以你懂得做，你没有做，不要做了，空做。第二题的 answer 我会拍在 group 里面给你们，等一下退出的时候才做。最重要一定要做不了。这边代表买进来，这边代表卖出去。这红色的线呢，只是告诉你第一年跟第二年，那你就不要画，千万听好，不要画，千万听好，不要画。第一年买的日期4月1号，用支票买4万，还有再买吗？没有了，不要紧。2022年12月30号 close account，写 THB。4万，close，把它带下来，带下来就是挑一天，今天12月30号，2022年，明天2023年1月1号，BUCKYSB 变成 BUCKYBB，4万，在这个日期还有再买吗？如果再买的话，写在下面几十多少钱，几十多少钱。如果没有了，同样的，在这个时候。2023年12月30号，相信大家都熟悉这个日期，这是卖的日期。写上 bird 不算 machine，卖 machine，写原价，记起来写原价。接下来你就要做本业了，当然这个本业呢是没有分数，可是你一定要做，能够帮助到你开 account 的公布。这是 Garis Lulus，这是 Bucky Bukuranga，这是 Garis Lulus，这是 Bucky Bukuranga。Garis Lulus，听好哈，就是每一年一样的，除了第一年不够一年，还要乘一份。如果第一年是4000，第二年也是4000，第三年也是4000的，这叫 Garis Lulus。它的题目是10% atas cost，它没有写 Garis Lulus，它是写10% atas cost。那可是第二个呢，它一定有写的，mengikut kaedah baki berkurangan，mengikut kaedah baki berkurangan。来一起看，Garis Lulus。四万第一年乘18000，对，乘几个月？看这边，你买4月1号开始，closing 12月，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九个月，出来3000块。第二年呢，来带下来卖掉，1月1号直到12月30号，1月1号到12月30号，整整一年，四万。乘18000，4000块，那意思说，第一年的时候在3000，第二年是4000。可是如果他写 Bucky Bukuranga，这个不是他的 answer，这是跟你讲不了。如果是 Bucky Bukuranga，来对看一下，第一年一样的，第一年一样的，4000乘18000，九个月，4000乘18000，九个月，第二年不一样不了。第二年他是4000乘18000，这个呢 Bucky Bukuranga。那四万减掉第一年的是谁？乘几巴仙？那四万减掉第一年的是谁？乘几巴仙？那四万减掉第一年的是谁？乘18000。所以你看到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 Garis Lulus 4000，巴基布库拉干3700。接下来做好了，我们就看 Account 是在这儿公布。Account 是在这儿公布，如果开。两年的话，来这边我特地画两条线给你们看，给你们分出来第一年跟第二年。第一年2022，第二年2023，第一年2022，第二年2023。OK，来，还记得吗？是在这公布，从哪里开始？credit 开始，这一边开始的，写12月31号。写运动如意，我讲过了。现在的公布有可以写两种，一种直接写运动如意，还有一种是写40年来 machine，还有一种是写 suicide machine。可是 suicide machine 就有问题了，
你要多开一个 Excel 的Excel machine，可是 SPM 没有叫你做的，你自己看一下 SPM 的题目，它有要求的，做什么 Excel 什么 Excel，OK？对，通常它只教你做 Excel 的公布 machine，所以没有叫你做其他的。所以如果这样情况，这边写很多的，把第一年的书再补下去，完全，给还有吗？没有了。Close，这边再写一次3000，给。写12月31号，close account 写 Bucky HP，不要紧，把它带下来。今天12月31号，2022年，明天就变成1月1号，Bucky HP 就变成 Bucky BP。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年了，第二年的蔬菜也是一样，都在 credit。写什么？写运动日记。第二年的书债是多少？4000块。OK，把它补下去。第一年的书债3000，马基不古拉干也是3000。如果是 Garis Loss 4000，马基不古拉干就变成也少了3700。再补了下去，两个就加起来7000。这边也写7000。OK，这时候小心。这个日期就是你卖出去的日期，说他没有写 Bucky HP 的，写什么呢？写 Blue Busan OK machine，写 Blue Busan machine，意思说你总共要卖掉的 machine 4万，你这2年总共的下架了多少钱？你总共下架了7000块，OK，你的 machine 原价4万，你2年的时间。总共下架了7000，现在来我们一起看。现在你决定把它卖掉了，开什么 account？开 account Blue Busan Machine，最后一年，2023年12月30号，2023年12月30号，OK？这边写什么？写 Machine。这边写什么？写 Susanne Line 的公布，写 Susanne Line。的公布，这边写的新，就是把这个数目带下来，听得好。这边写什么？写数字的公布，把这个数目带下来。OK，我再讲一次，account 数字的公布。OK，account 不算那些，最后一年，最后一天，这边写的新，这边写数字的公布，肯定了的。machine 就是写原价4万。出来的公布就是这2年的输出量7000。OK，接下来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卖出去的方式。如果你卖出去用 cash 写 deny，你卖出去得到资料写 bank。如果你卖出去用钱，这边写对方的名字。这一题他卖出去得到什么？得到支票31000，在这边写 bank，写31000。OK。这时候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你发现到那里比较多，这边比较多，对吧？这边比较多，写多的数目4万，这边也写4万，这边少了多少？少了2000块，对吧？这里少，我们就写 Rugi Atas Perusan。OK，在这边你可以写两个。一个写 Rugi atas Perusan，或者直接写 Untung Rugi，写 Rugi atas Perusan，或者直接写 Untung Rugi，对吧？这边少，我们就写 Untung atas Perusan。OK，可以吗？OK，来，自己再看过一次。OK，我希望不会带来给你们太大的啰嗦啊，因为我要我的先生是100%来一次贷款，不要做了，不要做，我们没有时间。OK，这边代表买进来，这边代表卖出去，这边代表买进来，这边代表卖出去，2年就是一跟二，我特地画这个线，你不要画啊。这里代表金，
这里代表处，这里代表金，这里代表处。四月一号买进来用支票，写单四万，没有再买了。在今年2020年 close account， 12月30号 close account 写 HB 四万四万 close 带下来。今天如果2020年12月30号，明天2023年1月1号，把 KHB 变成把 KBB 四万。在这个日期2023年12月30号，题目已经写得很清楚，你决定把它卖掉，小心啊。卖掉我们直接写 Burlupusan Machine， 直接写 Burlupusan Machine， 原价，看到吗？原价。这边写它的本业栏一定要做出来的，我相信你学校老师也有教的，不可能没有教的。这个是 Garis Lulus， 这是什么Baki Bukuragan， 两个我都教你们，可是这一题第二题是用这个 OK。如果是 Baki Bukuragan， 看啊，2022、2023呢？2022四万乘18%，要乘什么月份？为什么他买进来4月1号，直到 closing 12月，距离才有9个月，乘9。可是第二年呢，他带下来，看到吗？带下来四万乘18%，带下来的时候1月1号，1月1号直到12月，一年不要乘月份了。所以意思说，第一年的时候下价3000，第二年下价4000。如果是 Baki Bukuragan 做法不一样，第一年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一样的，第一年四万十八千九个月，只有第二年罢了，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就是在这边记起来，那就是拿四万减掉第一年的时候乘18%，拿四万减掉第一年的时候乘18% ，OK， 3700。OK， 所以可以啊。那么做波轮多干啊，是来的公布器材，从 credit 开始，我讲过了，从 credit 开始，每一年是年尾的，12月30号写 undurgi 或者写 blanja susne， 写 blanja susne 两个都可以。所以写 undurgi 第一年3000 close 带下来。今天如果你 close 12月30号，2020年明天。1月1号，2023年 BAKHB 变成 BAKBB 3000，第二年年尾也是有数的，第二年4000，如果是 Garis Lulus 3007，如果是 BAKB 不然两个加起来，这一回不要写 HBBB 了，因为他决定卖掉了，写 Burlupusan Machine 7000 OK， 开 Burlupusan Machine 最后一天2023年12月30号，这边10倍的写 Machine，这边10倍的写是现在的公布 machine 原价，现在的公布这两年的是在，这个就是卖的方式，卖 cash money 得到 cash money 写 tonight， 卖得到支票写 bank， 卖用钱写人家的名字 ，OK， 所以你看到你比较多，如果这边少 ，either 写 rugi atas perubusan 或者写 untung rugi， 这边少 untung atas perubusan。或者写 Undurgi， 那有的人说要写 machine 呢，随便你啊。Rugi atas perubusan 还是 Rugi atas perubusan machine 都是一样，可以吗？可以啊 ，OK。所以请你们现在不要做，我现在把它拍了，放在你的 group 里面 ，OK。请你们自己看，现在准备看第三题。
OK，各位先生、小姐，我已经把 answer 第二题的 send 在你的 group 里，check 看一下对吗？各位，请 check 看一下对吗？OK，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做第三题，来一起看呢。第四题我留下来给你了，各位请看一下。第三题，pada satu Januari 2022，它的第一天是1月1号，这一题比较方便，不用乘月份了，对不对？Syarikat Yap Sundaram Berhad membeli sebuah mesin 2万 secara tunai。Membeli sebuah mesin 2 yuan secara tunai. Okey. Jadi selain mesin itu disusai 20% mengikut baki berkurangan. So, dia yang siaja 20%. Ni kan tau. Dia kalau si baki berkurangan, dia ikut nusia dah. Dengan mengikut kaedah baki berkurangan. Dari 12月30号 2023年, mesin tersebut dijual dengan harga RM10,000 secara kredit kepada Li CO. CO 就是英文字Company，所以我再讲一次。第三题，2022年1月号，你们买一粒 machine 2万，用 cash money，OK？machine 要求你们下架一年20%把 keep 不然，在第二年年尾12月30号，machine 卖掉，可是加了 credit 给 Lee Company 1万。所以各位请看一下，这题我会比较快一点。第三题，各位，快不要紧，1月1号。你们买 machine 用什么？用 tonight，用 tonight，所以写 tonight。OK，多少钱？OK，20千。还有再买吗？没有了，没有了，马上 close account。OK，马上 close account。OK，1月1号 cash money 买进来2万。OK，没有了。第一年年尾 close account 2万，把它带下来。今天12月30号，2022，明天1月1号，2023，2万。还有再买吗？没有了。如果有的话，写什么时候？Tonight 多少钱？什么时候？Tonight 多少钱？没有再买了，不要紧。Close account，在这个日期，OK，把你的 account close，OK，全部搬到 Belubusan Machine，写上 Belubusan Machine，意思说，你把你的 machine 卖掉，你把你的 machine 卖掉，你把你的 machine 卖掉，不要忘记，这个永远记着，它是写原价的，不可以写卖出去的价钱，写原价。OK，so 2022年，听到，这时候小心，OK，market 不过来了，2万，是在一年18%，第三题，20%，OK，多少钱？OK，4千。20千乘20%，OK，4千。为什么这一题不要乘月份跟刚才一样？因为他买是1月1号，1月1号知道 closing day 12月30号，准一年，所以不要乘月份。那第二年呢？他是用 baki berkurangan 小心。那20千减掉第一年的是谁？乘20%，OK，乘20%，对，20千。减掉4000，OK，乘20%，OK，第二年是3200，OK，3200，有吗？第一年不要乘月份，4000，
第二年 Bucky 不过来看，那二十天减掉四千，乘20%，3200。OK，现在把它补下去。第一年的书呆四千，第二年的书呆三千二，看了。第一年的书呆四千，OK，没有了。这边我写好，写上四千，把它带下来。今天12月30号，2022年，明天1月1号，2023年。第二年有书呆吗？也是有。第二年的书呆三千二，OK，是把两个加起来。七千二，这日期不要写 Bucky HB 了，这日期是你卖的日期，再写上或者不算那些。对，第一年是来带下来加，第二年 close 写不都不算，再高不都不算，大家都知道了。最后一年，你的 machine 原价20000，你的时代7200，看到吗？做你卖的方式呢？来一起看一下，卖给谁？卖给 Lee Company，Lee Company，OK，卖500。哎，不是，卖给 Lee Company 多少？10000。OK，所以你发现了哪里比较多？同样的，这边比较多。这边比较多，写20000，减掉这两个，OK，等于2800。OK，写什么？写 Undurgi 或者写 Rugi atas pelupusan 或者写 Rugi atas pelupusan mesin，可以吗？OK，来，等下，现在不要超前，等一下我把 answer send 在你的 group。现在你手上，我要你做一题罢了，那就是第四题，来一起看。第四题，那时候这个题目呢，我相信你们都还没有出世，也许你爸爸妈妈都还不认识，有的啦，有的。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第四题。Pada 1 Januari 1997, Koperasi Peladang Berhad membeli sebuah jentera. So, 等一下你要开 account jentera, berharga 36,000 用 cash money. Jentera disudai 一年20% bagi berkurangan. 看到吧？Bagi berkurangan. OK? Pada 31 Disember 1998, jentera itu telah dijual dengan harga 24,540 secara tunai. Okay, so 各位，这个呢就是你卖出去的钱，cash money. Okay, 来，请你们看第二题、第三题的 answer，来自己做完第四题。那么各位准备第五题，第五题不一样，那你。他买超过一个 machine 了，OK，来 faster，超第二、第三，OK，那么接下来请你们做第四，
OK，第三题完了没有？请问一下，第三题完了没有？
OK，我要问你们一下，OK，我问新来的罢了。单文轩有在吗？单文轩有来吗有。？OK，单是多少？运动还是录音？多少钱？第四题，会吗？运动。多少？1500。对，OK，单兵兄有来吗？单兵兄，单兵兄有来吗？没有啊。OK，单明刚有来吗？单明刚，有，可以明白吗？可以，的意思就是不大能了啊，没关啊，系。不是很清楚那种啊，OK，没关系，因为你上个星期没有来的缘故。邱元峰有来吗？有，可以明白吗可以。？OK，good。OK，请你们看一下第四题的 answer。OK，我再问几个，这我们就进第五题。庸微量，可以明白吗？OK，很好。OK，郭西峰第四题做对吗对，？OK，单家辉可以明白吗？单家辉。丹江辉，佳辉有来的是姓丹吗？我也不知道了。佳辉，
可以可以，我是 Dare。OK， Dare。OK， 来，各位，现在开始啊，他会比较多一点的压力一点，可是你放心，不会难的，放心，听清楚，你们不会因为你上个星期没有来，我敢相信这一点。如果你上个星期有来，加上今天我又有人，你应该是很拿手的。OK， 所以。第二、第三跟第四我已经给按设了，现在来我们去第五题。第五题跟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各位先生小姐，不一样的位置就是他多过一粒，他多过一粒。OK， 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来一起看一下。用心，我相信你一定会的。刚才讲的不大清楚的，没关系。我很希望听他的口中，他可以明白了。OK， 来，听了。第五题，他要求你做 account machine 两年，开 account associated company machine 两年，跟 account proposal machine。OK， 最后一年。在你发现到 SPN 的题目，它通常是叫你开一个不了，那就是 Account Suscriptor Combo， 它没有叫你开 Account Blanger Suscriptor 的。所以你看到，所以我为什么就跟你们讲，不要写 Blanger Suscriptor， 写 Undergi。OK， 所以现在你懂得了，而且我再跟你们讲一个镇定的，就是学校老师不可以更改你们的 paper， 全部的 SPN。都会寄到吉隆坡去改，不是你们学校老师改的。OK， 来准备听一下。第一行，他告诉你们，2022年 July 一号买一粒 machine 取钱。第二个，2023年1月1号又再买一粒 machine 13000。从这边你可以肯定的说出，你总共买两次。第一次7000，第二次13000，总共有20000，对不对？来看一下题目 ，machine di atas dibeli dengan cek oleh syarikat Yap Sdn Bhd， 所以以上的两个 machine 是用支票买的。OK， 如果用支票买，等一下要写 bank。Susunan 1年5% atas cost， 5% atas cost，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就是 garis lulus。OK， 如果是 baki berkurangan， 它一定有写的。可是他写 atas cost， pada 31 December 2023年 ，OK， 在第二年年尾 ，machine yang dibeli dalam tahun 2022 dijual dengan harga 6000 secara tunai， 所以你们将会把第一个 machine 就是2022年买的卖掉，得到 cash money 6000块 ，OK， 我再讲一次，2022年7月1号买 machine。7000，2023年1月1号买 machine 13000，以上的 machine 是用支票买的，所以他要求你计算出来一年下价5% atas cost，atas cost 就是 garis lulus。在第二年年尾，他告诉你们 machine 第一个你买的那就是2022年的多少钱的7000块的，将会把它卖掉，得到什么？得到 cash money 多少钱？6000块。所以从这边你可以做一个结论是什么？所以你总共买几粒 machine？ 两粒。第一年2022年买一粒，2023年买一粒，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件事是什么？他要求你们下架多少%？一年5%，用 garis lulus。所以很明显的，在这边他又讲，第一个 machine 2022年的7000块的，将会把它卖掉，卖多少钱？6000块 cash money。所以想看一下。刚才都讲过了，买几粒 machine 全部两粒，所以你卖掉一粒还剩吗？还有剩一粒，对不对？啊，这里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卖掉一粒还剩一粒，怎样做呢？相信你的很多学生在头脑里面都有一个 screen 了，啊，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也许大概的那个是对的。OK， 来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所以他要求你做几年 ？OK， 两年，对不对？第一年跟第二年，所以我特地画一条线，
我再讲一次啊，你不可以画啊，我跟你讲，你不可以画。对，上面是2022年，下面2023年，上面2022年，下面2023年，来一起看一下。2022年开始的时候几号买的？7月1号，用什么方式买？用支票，多少钱？7000块。OK， 请问一下，第一年你去买了用支票7000块，还有再买吗？第一年没有了，如果没有，我思考。12月30号，我思考写什么？写 Bucky HB， 不要忘记把它 close，OK，、okay, 带下来，把它 close， 那么把它带下来 ，OK。7月1号用支票买7000，没有再买了，所以2022年年尾 close 高7000带下来。今天12月31号，明天1月1号 ，Bucky HB 就变成 Bucky BB。OK， 7000块，去年带下来的。请问一下，现在第二年了，2023年还有再买吗？有，几月几号？同样的日期，1月1号。OK， 1月1号又再买一次，用什么？用支票。OK， 多少钱？这一次13000。有的人开始问了，老师啊，上面有一个 January 沙度，下面还可以不可以写同样的 January 沙度 ？Answer 可以，没有说不可以的啦，可以，只是大体上上面写一号，下面就不要写了，没有写就是代表跟上面的日期一样，而不是说不可以写。没有这回事，明白吗 ？OK， 上面如果1号，下面的1号可以不用写，可以不用写，不是可以不可以写。所以听好，上面如果写了1号，下面可以不用写，要写也无所谓的。OK， 写比较好啦，因为等一下你要计算日期哦。OK， 还有再买吗？没有了，没有了。多少个？全部你的微信有多少人？全部有24000了。OK， 全部有24000了。啊，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12月30号，相信大家很熟悉的日期，什么日期 ？OK， 你要把它卖掉的日期。再呢，你会发现哦，这边有一个本不善，还有一个 Bucky HB，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各位先生小姐，为什么有这样现象？相信我，你们可以回答哦。就是第一年你买一个 machine， 对不对？你 close。带下来加第二年你又再买一个 machine 对不对？总共24000。第一年1号、7月1号你们买一个 machine 7000 plus 带下来。今天12月30号，明天1月1号 Bucky HB 变成 Bucky BB 7000块。那么第二年还有再买，1月1号买 Band 13000，两个加起来20000，不要紧。这时候写一个 Blue 3，写一个 Bucky， 什么意思呢？Blue 3就是你卖掉的 machine，Bucky 没有卖掉的 machine。刚才都讲了，你买几个 machine？ 两个。卖掉的是多少钱的？17000的。没有卖掉的多少钱的？13000的。OK， so logic 吗 ？Logic， 对不对？卖掉一粒，第一年你买的7000的原价啊，没有卖掉的是第二粒，13000，全部写原价。买进来 close 带下来又再买，卖一粒升一粒，全部写原价。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计算时间了。计算时间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OK， 来准备听一下，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OK， 准备好一下。这边呢，如果你当然写日价钱，也许你会混乱，但我教你一种方式，来。教你一种方式来计算，对吗？我们不用看题目了，只看上面的也高不了。第一个 machine 你买进来的 ，OK， 多少钱的 ？OK， 7000的，对吗？你买进来的7000的 ，OK， 2022年、2023年，所以呢，最好不过你们把第一个你买进来的 machine， 你当 machine 给一个名字。Machine A， 那第二个 machine 你买进来的，我们就给一个名字 Machine B。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
你等一下就可以知道。我再讲一次，刚才因为只有一个 machine 不了，你直接写它的价钱。如果你的 machine 超过一个的话，计算的时候我希望你分开，把第一个 machine 你买进来的给一个名称 machine A， 把第二个 machine 你买进来的写一个名字 machine B。 为什么这样呢？来一起看一下。第一年 machine 第一个买的，我们给一个名称 machine A。OK， 所以他是用 Garis Lulus 对不对？ OK， Garis Lulus。 OK， 来第一个 machine 你买进来的是7000，7000是在多久？是在5%。 OK， 是在5%。 OK， 来第一年7月直到12月，7、8、9、10、11、12，只有6个月。 OK， 对，单7000。OK， 175。第一年他输出你来过后，第二年 machine A 还要输出你来吗？要。对，第二年 machine A 还是要输出你来。7000 OK 乘5%，不是各位先生小姐。第二年你就不要乘月份了，你看到吗？第一年就是因为他不够一年，他买市的时候是7月1号。Close 的时候是12月30号，第一年只有半年，对吗？7000乘5%乘半年175。可是第二年他带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吗？第一粒 machine 他带下来 ，OK， 各位先生小姐，第一粒 machine 当他带下来的时候，今天12月30号，明天1月1号，1月1号2023直到 closing day 12月30号，请问一下，够一年吗？够一年。够一年 ，C 不需要乘月份，不需要。来，你看到吗？第一年7000的，我们给一个名字 ，machine A。来，你 close 带下来这个 machine A 有吗？第二年它还是要出现 machine A 7000乘5%，可是为什么不要乘月份？因为够一年了。那么来，第二个 machine 你买进来的是3000，我们给一个名字 machine B， machine B 乘5%，请问一下13000乘5%， C 不需要乘月份， C 不需要乘月份，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你买进来是1月1号，到 closing day 12月30号，准一年吗？准一年。所以如果准一年， C 不需要乘月份，不需要。我再讲一次，听好啊。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如果好像刚才第一题到第四题只有一个 machine 不了，所以你不需要分 A 跟 B。 这 A 跟 B 有作用的吗？等一下你会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显。如果有两个 machine 最好不过，你放第一个 machine A， 第二个 machine 你就当 B。 A 的 machine 第一年他买进来7月号买的7000块，7000到12月只有6个月，在第一年写 machine A 7000乘5%只有6个月，175。在第二年 machine A 还是要输出来，因为你 close 的你带下来第二年，对不对？在第二年还是要输出来，在7000乘以 5%， 这一回不要乘月份，因为你带下来是一月，今天12月30号，明天一月直到 closing day 12月30号，准一年，不需要乘月份，350。那么各位，第二个 machine 你买进来的是在第二年才买，对不对？第一年你没有买，你在第二年才买。这个 machine 你们就给一个名字 machine B， 是3000乘5%。要为什么不要乘月份？因为他买进来是一月直到十二月，够一年吗？够一年，不要乘月份。对，答案是650。那么来，现在最重要的时候。OK， Excel 是在等公布，他要求你做几年？做两年，来一起看一下。OK， 第一年2022，第二年2023，2022、2023，来首先看呢，第一年输出年来，几月份？十二月。写什么？写温冬如意。第一年2022年的数量是多少？第一年的
第一年的2022年的看第2022年的多少 OK 175。第一年的这边有两年对不对 ?2022,2023。第一年的全部175补下去。还有吗？没有了。Close 你带高 ,Close 你带高 ,OK, 写12页 ,31,OK,Close,、okay, 把它带下来。Close, 把它带下来。今天12月30号，明天1月1号 Bucky SB 变成 Bucky BB 175。现在我们已经踏入了第二年2023年。2023年还有数字吗？有。还是在 credit 先。12月30号写什么？写 Ontology。来一起看。第二年的数字是多少？两个加起来。第二年的2023年的有两个对不对？两个加起来。两个加起来。OK, 所以 close 高1175，这边有也是1175。再听呢，第一年的175 close 带下来，加第二年的两个 close 带下来。可是不要忘记，刚才只有一个 machine 不了，这个日期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就是卖的日期。可是这边为什么这样写呢？写一个本不算 machine。还有一个写什么？写 Bucky HB， 还有一个写 Bucky HB 带下来变成 Bucky BB。各位先生小姐，刚才的没有 Bucky BB 的，对嘞？刚才的在第二年的时候直接写不了不算，没有 Bucky HB 的，对吗？第一年的补下去 ，close 带下来，第二年加上去，直接写不了不算 machine， 刚才的对嘞？可是为什么现在有两个？因为你全部有几个 machine？ 两个，一个卖掉，一个没有卖掉，一个卖掉，一个没有卖掉，一个卖掉，一个没有卖掉。卖掉的 machine A 还是 B？ A 的，没有卖掉的 machine A 还是 B？ B 的。现在你就知道了，卖掉的 machine A 还是 B？ 这个 ，OK。在卖掉的 machine 是 A 的，所以你就把两个加起来175加350，卖掉的 machine 是顺利来是525 ，OK， 所以没有卖掉的是多少呢？一起看一下，没有卖掉的是多少？650 ，OK， 所以来我们一起看一下，525650 525650是不是1175？对吗？对呀，所以现在你大概的会知道为什么我要放 A 跟 B， 以方便你们容易看。A 就是第一个 machine 你买进来的，我们偏一个名字 A 7500，因为不够一年，只有六个月。第一年数十年过后带下来，第二年还是要数十年来，还是名字一样。Machine A 7000的500，可是这回呢不需要存月份，因为带下来是1月，直到国庆12月只有350。那么 B 你带进来的，第二年带进来的，买进来的，它是3000，虽然500，可是你买进来是1月，到国庆刚好是一年，所以要存月份吗？不要。所以换句话说，第一个 Machine 7000的我们就给一个名字 A，第二个 machine 你买进来的13000，我们就给一个 B。A 跟 B 就是分别在这边。所以听到第一年的时间就是第一年的175 plus 带下来。第二年的总数两个加起来 350,650,1000 plus 啊，这个时候小心，一个写 Blubusan， 一个写 Bucky， 意思说一个是卖掉的数十年，一个是没有卖掉的，是不是呢？一个是没有卖掉的，一个是卖掉的。请问一下，卖掉的是 A 还是 B？ A， 两个，第一年、第二年两个加起来，有吗？那这 HB 是代表什么？是不是呢？给没有卖掉的，没有卖掉的是 A 还是 B？ B， 看到吗？ OK， 可以明白吗？我再讲一次啊。最重要是这边不了，不要困难，你困难不了你就完了。OK，
因为 Form 4我都跟你们讲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的人家一直问老师你几时要去 Form 5， 我知道要去 Form 5了，三月，对不对？可是问题我们 Form 4还不能完，你们学校也应该还没有完，对不对？尤其是最后一个 module， 那个是最危险的。我讲过了，他给你一个 Imang and Luga， 有没有？给你们八个或者九个马路马达曼，要求你们做过一个新的 account， 不然我都给别人打个路干活干。哦，那个不容易哦。啊，他只给你，他会排在第二题或者第三题25分，那个不容易哦，不容易哦。你做到最后一个 account， 别人打个路干活干，一旦不能 balance 罢了，就弄瘪了，对不对？要不能 balance， 你还有办法吗？没有办法了。为什么？时间在走，做 SVM。paper 都2小时半，你如果总共用了，比方啦，你用了40分钟给第二题，所以你一旦不能 balance， 你要怎样？你要从 beginning 又再看过了。问题是时间放过你吗？时间放不过你了，对不对？所以就是问题来了。所以我跟你讲 ，form four、form five 都很并重的，不是说单独一边 form five 重要，没有的，两个都重要。对，最重要不要说 Form 4没有教完留下来直接跳 Form 5，那可是最没有功德啊，没有功德心的。为什么？如果那老师丢下来，那谁要去收拾他的残局，谁要去接下去？没有人能够接下去啊，对不对？所以听好，一定要教完了。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个完了，是不是呢？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 hutang lapo， 不论读看 hutang lagu， hutang lapo 都不累，这个也不是容易的教法，都是难的。所以只要你用心听，你都可以的啊。你如果说哎，看这样难呢？没有啦，还有更加难的了哦。OK， 来第一个 machine， 我们给一个名称 machine A 7000，第一年5%，只有6个月。第二年。Machine A 还是要出现，因为你带下来嘛，7000×5%，可是为什么不要乘月份？因为带下来准一年了。第二个 machine 你带进来是 machine B， 13000×5%，你买进来4月，直到 closing 12月，所以够一年，不要乘月份。在四十年呢，第一年的是谁？拿第一年的1500 loss 带下来，第二年的是谁？就拿第二年的全部3500、6500全部1000 loss。这边写不如不算，这边写 Bucky。 什么是不如不算？什么是 Bucky？ 不如不算就是数十年给卖掉的 machine， Bucky 就是数十年给没有卖掉的 machine。 从这边你刚才写 A 跟 B， 相信你会回答的，那一个 machine 卖掉的 A 的，对不对？那一个没有卖掉的 B 的，所以卖掉的 A 的两个加起来1750、5250，没有卖掉的650 HBBB。然后最后一个 account 不如不算 machine 就是卖掉的 machine， 卖掉的 machine 来，2023年12月30号，小心看啊。OK， 来第一个 machine，OK、okay, 多少钱？不如不算 machine 7000，把第一个 machine 了，这里写呢，数十年来都是公布，第一个 machine 你卖掉的。525，你卖的方式呢？来一起看，你卖的方式是为什么呢？ Kamu jual dengan harga RM6000 secara tunai， 卖出去secara tunai写tunai， OK， 卖出去secara credit写人家的名字，卖出去用得到支票写bank。这回那里比较多，还是这边7000，这边也7000，这里少了多少啊？这里少了多少？7000减掉525减掉6000，它变是475。写什么 ？Rugi atas perusahaan。Rugi atas perusahaan。Either rugi atas perusahaan， 或者 rugi atas perusahaan machine， 或者 untung rugi， 三个都可以，比较安全。就写 rugi atas perusahaan， 可以明白吗？可以不可以明白？待会我们才谈。对，首先我们先看第六题。对，先看第六题先。